今天应该考完了吧？那个烟，这点应该出考场吧？应该都正常。为什么管考上研了就上岸了，兄弟们？因为水太深。OK OK OK， 苦海。那他妈大哥，那个、还有博士呢呀？你考完研了之后，又不说考完研就结束了，你博士之后还有博士后呢，还有他妈硕士呢，兄弟。博士不用考是吗 ？OK， 那怎么说，兄弟们？你们觉得，就以我这智商，我能不能过？我他妈学心理学去？不是，我高中没毕业，只能说明我不想读，你知道吧？他并不能说明我不行，懂不懂？你们搞歧视，我操！我不行，我要举报你们！你们他妈歧视，兄弟！我虽然没上过几天学吧，那你也不能歧视我呀，对不对？那举报你们，那全给你们抓起来。